60，对，然后6个90，四个。那四个有什么样的口味可以跟大家说一下？这应该是紫米，哪一个？这个紫米。然后这应该是斑斓叶吧？斑斓叶这个，然后斑斓叶不是蝶豆花，蝶豆花，蝶豆花。然后还有非常红的这个，红色，你要红色的？红色的好了，好吧。你想要红色的？一个蝶豆花要吗？像是可丽饼这样子的东西，然后3个100，看起来很棒。来，番茄酱很多，酱料真的好吃啊！虽然酱好吃，就是番茄酱很多的感觉，然后肉也不会太硬啊。韩泰就是炒粉。就是直接吃饺子皮的概念，酷毙了！来泰国必吃炸香蕉来了，炸香蕉也是有名的，在这个水上市场这边。Thank you。投票15。
12:50。现在几点？现在是12:21。第三栋，
国必喝的手标奶，还有非常多的那个一样的品项。开庭，开庭，你要糖度多少？糖度哦，七分还是三分啦？三分，三分。哎，30%的甜度刚刚好，因为它现在它可以选甜度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正统的泰奶有点太甜。所以他可以选甜度的话，可以选38%，刚好。来给大家看一下手标的品牌，一样也是45泰铢。来看看看，哪一个账单上面有看到？你组的单，来好看一下。啊，我更喜欢绿奶哎，绿奶比较好喝，它有点像一定是它，然后不会太甜。小小凤梨，然后他要帮你切成这个样子的，三个小小的凤梨哦，在这个泰国，它的凤梨都好小一个，叫 softy。我有呢，不用袋子了。你刚刚讲不要袋子，不要。那 holy bags 这里还有非常多的。
我感觉它这个红色胶带是不同品种的，哎，对不 对？不同品种的。有没有红茶？我问他们。好方便啊，一般也好，然后这样一包。